经典手挥动作，或是印上关键界内球，印拉字样，超商脑筋动得快，推冬奥创意口罩，限量20000盒，线上预购，短短一个晚上卖破50000。可能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大家聚在外面一起戴。其实还蛮好看的啦，对啊，然后为国争光本来就是不错，那因为他们其实表现也很好，所以应该会考虑购买。抢搭冬奥羽球夺金话题，台湾印梗图商品光速上架，这股热潮也烧进指挥中心。指挥官陈时中等人出席记者会，全员戴上一系列绿色口罩，致敬台湾英雄。而周边商品不止口罩。绿底白线，台湾击退中国的决胜点，界内球印在 T 恤，穿上身，文创小物还包括提袋和毛巾。把这张画面改成越线停车受罚标志，屏东监理镇搭石市梗，网红486先生也在新店铺挂上关键图案，吸引粉丝打卡朝圣。设计师秀创意，推出一系列羚羊配周边，但也引来主角之一的王麒麟亲自回应，没有意愿配合，只能说蹭金牌热度，各界抢赚冬奥财。德林新闻林静婷、瓦婷台北报道。